酸，不是柠檬酸，是手很酸。我捏一个人，还挤两种，然后有一种不用。来吧，营业中，炎亚纶和杨明威为了做调酒，手动挤柠檬，让他们叫苦连天。而一大早的磨难，除了柠檬，还有他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赶虫。哦哦哦。炎亚纶，你跑去哪？哎，不行嘞，不行，那算了，你不要再弄他了，他跑出来了。王一德用的那个柠檬量很大，要60ml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挤。这样哇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买一台自动的。这是。这个是双倍料，感觉有点刺激。两边都在备料，好恐怖哦！站起来挤，这还只有一个，对，好困难哦，为什么？要不等下上杯子上的手都会抖，所以你剩一点点特调，对，终于懂康哥上一次在挤你吗？康哥真的是，等下我要去好好的赞赏他，对，谢谢他。康哥啊，我们要跟你致敬。干嘛？挤柠檬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真的很累。你才知道，我那天一个人挤。我们刚挤才发现，我跟你致敬。你这个五指的已经很好挤了，先压压再切，然后再用叉子一进去就已经差很多。多水出来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你要用按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只能帮你到这里。好，卓一轩教我。哦。酸，不是柠檬酸，是手很酸。你们两个人在挤，我捏一个人，还挤两种，然后有一种不要，我也蛮掐的。我跟你讲，杨明，我永远记住这件事情。